这么炸裂的台词出自电影《风云雄霸天下》。在电影里，孔慈是雄霸的亲生女儿，从小和聂风不惊云一块长大。也许是被保护得太好，加之也没有亲娘教导，孔慈对待感情一直很懵懂。他会和聂风偷偷进入剑冢一起看萤火虫，两人之间好似情深意浓，互相有深情。但是转眼间，冷酷的不惊云在几颗彩石的助攻下成功来到孔慈的闺房，没有言语也没有用强，两个人就抱在了一起，拥吻亲热。估计他自己也不清楚于聂风和不惊云他爱谁更深一些，在面对绣着风云的两个锦帕时，他都蒙在脸上。雄霸在得知下半生披颜将受制于风云时，依然向风云下狠手。在得知不惊云和聂风都喜欢孔慈时，雄霸选择将孔慈嫁给聂风，因为他知道这将是风云决裂的导火索。小四，难道你不喜欢风师兄吗？我不知道。晚上聂风特意来问孔慈是不是自愿嫁给他，听到这样的话孔慈微愣，聂风说不会勉强他。孔慈没有犹豫吻上了聂风，他想告诉他他是自愿的，因为他也喜欢聂风。婚礼当天，孔慈身穿嫁衣一步步走向聂风，就在两人拜堂时不惊云出现了。不惊云来抢亲了，孔慈也没有拒绝跟他离开。我还以为你不来呢。为什么要答应嫁给聂风？嫁给他一样可以跟你在一起。雄霸和聂风也追到了广场，聂风为了夺回孔慈和不惊云打了起来，风云相斗，双方都不肯落下风。雄霸趁两人打斗之际想要攻击聂风，孔慈见状冲上去挡住了这致命一击，他倒在了不惊云怀里。你有没有爱过我？有。面对不惊云同样的问题，孔慈还没来得及回答便死在了不惊云怀里。在面对感情时，孔慈无疑不是最单纯的，或许他根本分不清爱和喜欢的感觉，也分不清兄妹之情和爱情。